Matamo ye domina da waroam Chera wovaya to payanga ya Chera wovaya to payanga ya Mangarila wa mani dong so tawo ho Mangarila wa mani dong so tawo am a pratana ye he ya manuta ye ngato a pratana ye ya manuta ye ngato am Pangirana lo ho panuno jatawo ho你对于蓝屿的第一印象是什么？蔚蓝的大海、独木舟、飞鱼，还是核废料？目前，虽然说有核能废料厂在那边，但是我们不靠核能来发电，我们是靠那个待在蓝屿旁边那个火力发电厂。但是火力发电厂当然也不会说完全没有一些影响或是污染。自从观光化之后，其实岛上的能源的那个输送，或是说其实是不够的。就是说你常常可能夏季会有跳电的状况，或者说夏季其实电量不够。蓝屿岛上有核废料储存厂，但许多人不知道，岛上并不依靠核能发电，而是靠火力发电厂。而且还常常有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这个断电的这个现象，就是在11月份到2月份这个时间是东北季风，就是风大雨大浪大，那就是会突然断电的时候，那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困扰。然后，比如说我们如果使用这个礼堂啊。突然断电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设备损坏，因为没有做预防。电力公司在南边，它的路线是我们这边是最尾端的，最尾端的。对，那加上部落里面有很多的民宿了，所以我们这边线很多。对，所以到这里的时候是最尾端，那变成是。电的供应有点不足。这个电不够。兰岛教会的王牧师带着我们进出教会，指着教会里的各项设备，举凡传道时用的音响、冷气，到厨房里的冰箱、排油烟机，看起来都很新颖，却几乎无法使用。那个大使用，他这边还有一个排油烟机。所以就没有再用，因为如刚才说我们的会友他放东西的时候，这个人可能有漏电的现象，好危险，所以已经买了4年了，都就是这样放在这里，也怕会发生意外。其实不只是我们教会，其实我们在参加那个乡公所向我汇报的时候。没有想到，就是好多的长代表，包括学校的校长，还有一些村长、参与的人，几乎都是在谈这个突然断电的一个现象。很多设备都新的，那一坏掉的话，又不能用又再买，真的是让他们觉得说，这个要注意，所以都一直反映给台电，希望这种断电或是突然断电，或是你要停电，也要。告知一下部落。为了解决用电问题，教会多拉了一条线路，电线裸露在外，看来简陋而危险。但为了公益生活与牧会时的用电问题，王牧师自己也很清楚潜在的危险。这个电不够，它会不稳定。所以我从另外一个那个电表那边接到这里来。从这边接到这里。就是很简陋。你看，这个就是我担心的地方是，
他从这边下去到那边，他这里都会掉电啊，到这边，不是很安全的一个、一个路线安排。外面的这个线啊，它可以、可以做，那里面是他请我们请那个水电师傅弄就好了。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认识。长期困扰教会的用电问题，在2017年终于露出解决的一线曙光。透过立委与民间能源业者的协助，即将启动再生能源的示范计划。偏乡离岛一定是需要很多人的帮忙。那如果是说属于比较都会区的，或属于比较一些的公有的土地的话，那个部分的话，我们就交给我们的政府单位来做规划。那我想说，希望这样子的力量能够不断的扩散。我们预期这一套三 Q 系统将可以带来一整年大概是4000多度的用电，应该说创造4000多度的用电，所以我们预计这套系统可以大约带来5万多块一整年节省下来的电费，其实也是非常可观。但是很多人会说，其实我们去蓝屿去捐赠这个3kW的这个太阳能设备，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省钱的一个效益。对我们来讲，我们认为对蓝屿来说不是经济的一步，而是再生能源的一大步。就是希望有做出一些社会的贡献，在整个 CSR 的部分。所以像这类的不止原民的一些案例。我们也希望说多投入一些资源，可以创造整个国家社会有一呼百应，希望说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响应这样子的一个慈善的活动，或甚至是一些教育的行为。居中作为联系桥梁的人是台湾环保联盟的秘书长陈秉亨，他在之前就推动过达鲁马克电力公司的计划，蛮多厂商都想要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对，然后但是不一定刚好找得到地方做，或者是找得到方法，比较偏远的社区刚好能源需要协助，那他们就可以合作，其实是双赢啊。那偏远社区他在能源上面可以得到满足，那一方面是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社区的能源教育的点，那对厂商来说，它也有一个社会企业责任的好的形象。我们过去就是从达鲁马克开始，然后慢慢建立这些模式。对，那特别是教会的系统。南岛教会这一次的公益绿能合作计划，也是透过教会系统的连结。原本能源科技业者在台南的教会施工，却意外的与蓝屿的南岛教会接上线。应该是说我们之前有做一个在台南北门屿的教会的一样是一个碳光电的赞助案件，那在接触过程当中，当地的另外一位潘传道他也有说其实朗岛这边也有一个这样子的需求，那透过几次的沟通来回之后我们也认为说希望在蓝屿这边贡献一些心力，那看能不能创造蓝屿渐渐有一个能源转型的契机。去年年底那时候气象比较不稳定嘛，所以我们跟朗岛教会这边讨论之后，也决定说移到春天夏天这样子，等到天气比较可以预期的情况之下，再一次过去把这整个案子做起来。朗岛社区是第一个，对，那他透过一些可能我们的专委是说，然后就是有这样管道，然后教会可能也有跟外面那个什么陈曼丽国会办公室他们那边有一些，还有什么台湾环盟，就是各方的这种的促成，算是也是一种就是可以尝试看看太阳能在这边实际可以能够它的运作状况，或是说它能够推行到什么样的程度之后，可以借就是可以给其他部落做一个参考或是借鉴这样。太阳能系统的这些愿意帮忙，那我们就是很欢迎，对，也希望说这个部分会可以解决一下我们电的整个不足的情况。这次我们装设的系统大概在3kW左右，搭配蓄电池，就是说希望避免在被断电的时候还能持续有电可以用，那整个3度电的一个蓄电池系统可以提供
整个教会独立运作的时间有多长，这其实看到时候教会在断电的时候它有多少设备是必要一定要在那个时间点使用的。楼上那边还没有供应电。虽然充满期待，但毕竟是陌生的能源系统，族人仍有些疑虑与困惑，需要时间和说明，慢慢的去理解所谓的再生能源。太阳能是不错，因为蓝屿的太阳它的能量是还蛮多的蛮强的，但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维修的问题，因为有大概这边的太阳能大概可能两三年，这个期间大概主要准备报废。我觉得它会经受到一些地理环境气候的挑战，就是海风跟那个盐分的侵蚀是非常严重。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在结构设计上再利用一些材料加厚跟结构的垮距等等这些去缩减，可以达到抗17级以上的台风强度，这是没有问题的。那每一个案子我们其实都要看它所设置的位置，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因地制宜的一个设计。双色三 k 瓦系统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一般稍微懂电的像是水电行等等，他们有一些专业的经验知道电的运作原理，他们就可以去做一些基本的故障排除。因为像我们选用的设备都是不需要维修的，像太阳能板它的保护是25年发电效率都还有80%以上。那太阳板要么是坏掉要么是好的，坏掉就整片换掉，它不会说把材料拆开啦修修补补的，不会。也要宣导就是说这个太阳能系统是我们蓝屿居民比较陌生的比较专业的一个区块，对，所以也要给他们说明，也要有专业的人机去说明，让他们知道这个部分的好处在哪。对，包括所谓的污染啊，包括我们这边就是两个大太阳，就是太阳很热的地方啊，那可以用这种天然的一些的能源。事实上，在国际上早有许多岛屿以再生能源100%自主供电的案例，例如夏威夷。如果要在蓝屿发展整个能源转型的话，其实可以参考国外的一些经验，像夏威夷它已经有一些岛是100%来自于再生能源的供电，必须要去计算说整个蓝屿的岛上居民用电设施一整年需要多少的电。那比如说太阳能板或是风力系统，这个都是可以有过去历史数据天后可以去计算说装置多少量可以发出多少电，那搭配一个当天后不稳定的时候需要多少的储能系统，这样子整个解决方案就可以去把整个岛上的电网给转换过来。透过朗岛教会的这个公益的合作呢，我们是希望可以多一点，让更多的那个人部落的居民可以来了解说其实不难，其实不难，因为大家如果现场去看施工其实就知道其实不会太困难，水电行可能都可以做。对，那我们怎么样去继续往后面推，这样我们的那个公益的绿能的合作的方案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可以在很多的社区里面大家比较会去的地方啊，像教会或是公益组织或是活动中心，好，那媒合一些热心公益的厂商，然后跟社区，重点是要社区的人一起来，一起动工，一起学习。有没有可能参照夏威夷的模式，在蓝屿岛上进行能源转型，变成一个100%再生能源的典范？事实上的确值得评估，这一定是可以解决的，只是看大家民间的意识跟政府的资源的力道到哪边。因为能源转型的阶段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在于民间，不论是私人住宅商业的一些设施或是工厂，他们必须要做出一些让能源更有效率的利用。一方面我们当然是创造能源，另外一方面是如何节约能源，这两方面一起下手还是比较可能让整个地球做一个能源的转型。蓝屿已经受到核能废料毒
快30年了，甚至30几年了。蓝屿不需要火力发电厂，它如果要真正落实它的这个再生能源，蓝屿最好发展的是风力发电跟太阳能发电。我们有很大的面积，其实可以供应每个部落在他们的传统的共有土地里面来做这个太阳能也好，是风力发电也好。那我们需要的用电量并没有那么大，但他并没有把这样的一个考量放到他的政策里，这个是政府最大的不忍。再生能源应该普及到每一个岛屿主人受害的、受到核废料毒害的这些人，因为核废料的源处是他们台湾的发电嘛。那你应该要照顾岛屿主人的这个家庭的用电，这里面有什么大的工业，所以他不需要花太大的那个电力在这个里面。在上位者他们有一个很宏大的目标去希望达成。但是实际执行方面，毕竟，各部会之间的横向沟通，那甚至是上下的资讯传递，因为基础的这些承办，他们可能也不是那么的熟悉，到底要怎么来做？我们必须要反映说，有些行政效率部分的确是要再加强。由于曾经在达鲁马克部落成功的推动过电力公司，陈炳亨强调。达鲁马克的经验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参考指标。朗岛教会的合作案之后，还有高雄的纳玛夏部落即将进行。达鲁马克的案例非常重要，因为他创了很多的新力。因为台湾在发展公民电厂的时候，很多都是没有潜力可循，那很多遇到问题，其实达鲁马克都先帮大家把问题先点出来了。比如说达鲁马克电力公司，他其实一个社区部落组整个电力公司，他没有办法去跟大的公司去竞标啊。真的要竞标的话，对，那是没有办法。对，所以其实应该政府应该要主动的把一些共有空间，你自己先盘点好，然后给社区的人组成电力公司来做，这样其实才能够达到让把发电的利益留在社区，然后让全民参与绿能的发电的工作，每一个人都是发电厂。那纳玛夏刚好有一个。关注妇女权益的那个单位，对，那他们也说他们的那个协会的希望可以有一个稳定的电力来源，所以也帮他们找到一套那个，也有厂商愿意那个支持了。蓝屿承受了核废料30年，不仅没有使用到核能，还得承受外界误解回馈电费的污名。让岛屿族人对于能源产业有更深刻的思考。蓝屿这么棒的世外桃源，成为一个核能废料的一个储存厂，这是我们岛屿人的最痛、很想哭的一个事情。你们蓝屿有核废料有什么关系？你们用电都就是享受用电免费的福利，那你们为什么要反核？是我们很多的青年都在思考，我们怎么除了去污名化之外，也能够转换，好，能够思考未来岛屿整个能源产业、绿能产业的推动有没有那个可行性？我觉得反正应该比较像是一种宣示，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我就自己用发电，我用再生能源，我也不用你火力发电，我也不用你，更不用说是核能发电，对，那你核废料什么时候要走？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计划都四散，国土计划、农村再生、原住民建设基金、东部发展、东发基金，国土计划要做的话，那可能可以看看，至少做一个初步的调查，所以这个部落它的优势的再生能源的条件是什么？有的可能是太阳，有的可能是水力，有的可能是风，有的可能是海洋，对，所以其实可以去做。对，那它，我觉得它其实是，我觉得是可以给部落有一些那个新的产业的可能的。朗岛教会屋顶上的太阳能板工程，经过施工人员的数日赶工，终于完成了。而在这个小岛，何时能挥别核废料，并朝向再生能源更进一步？
陈秉亨详细叙述了过去的操作经验，希望不仅能供兰屿参考，也期盼能在其他部落引起回响，共同往能源转型目标前进。去了解说这个地方适合的那个资源是什么，好，那当看过之后呢，我们再提出一点点的很初步的草案，然后去跟部落会议说明，跟部落会议说明，然后部落会议说，哎 ，OK， 好，同意可以往下推动的时候，我们再往下推动。那往下推动就会办培训营，会把一些专家找过来，然后跟大家去说明说，哎，那有几种模式，有可怎么样的发展，好，培训营。然后培训营之后呢，我们再去媒合厂商说，哎，我们装一个示范的东西给大家看，然后一起来施工。那接下来就是才来谈说，哎，那我们是要用怎么样的集资或是融资的方式，来去做一个可以那个有一点那个利润的那个再生能源。所以我们对于原民的这边，其实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反馈，看怎么样来一起推动。如果蔡英文愿意，应该在兰屿设立一个真正的发展他的再生能源的一个模范，然后把核废料从兰屿这块原来干净的土地移走，那个才是真正落实他对原住民族的照顾。